社住本人吗？我父亲的。大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公司专线。啊，这个都不行哦，没有罚很重啊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要两段式左转，我记得那上面都有，而且这个路口只有大客车可以左转的。下集地址在高雄这边吗？是附近的车子吗？对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！前面那个路口看看。刚从台北上来，刚从高雄上来，高雄就不能上高雄来走。没有啊，高雄是右转啊，自己小心啊！哦，其实台北很多路口都直接左转啊。这边正常旁边切一下，你大致上切，你这样有办法切吗？可以啊。就正常旁边这边切一下也到你。哦，要小心，而且五天后、三十天就可以到那个便利商店、邮局或者是监理机关。你说五天吗？五天后要五天后三十天内。好、哦、啊，在路在台北路口要小心一些。再看有没有，刚刚左转有没有？再看一下那个，好，这个路口从这里走过来的，或者从这里走过来的，只有大客车才可以走，一定要小心哦。今天是有政要是吗？哦，我们等一下会挡一下路口啦。哦，你再小心。没有绝对性的危险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啦。啊？没有绝对性的危险，其实没差啦。这个路，你知道什么叫 A1 事故吗？对啊，这个路口发生过了，小心啊！